DHA 导游，你知道其实为什么吗？我觉得应该每个妈咪都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的学习力很强吧。这确实是。对，而且就是其实是从就是你的孕期开始到哺乳的时候，就是等于说你会有就是妈咪会有大量的 DHA 需要就是分给宝宝食用。那像 WHO 它其实是建议妈咪每天大概可以摄取200毫克，素食随便乱吃，就是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好去摄取到这个营养的。而且你们知道200毫克的 DHA 等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等于什么？5只小龙虾。30只炒虾，这三片鳕鱼吃得了这么多一天、啊？吃不了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你也不可能就每天都吃30只炒虾，对不对、嗯？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只要吃一颗，它就可以就是补充我们一天所需的 DHA。没错，而且就是它其实有一个更好的是，它其实都是天然的植物萃取配方，所以它就不用担心说会有什么海洋重金属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它啦。